对不对？是吧？你知道什么时候到警察局吗？比如说我东西丢掉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说我要赶快去报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在路上遇到坏人，我要赶快跑进去警察局请求协助，啊，保护。那辅导师的角色也是这样，啊，即使你没有。